龙江的祖先是大天孙秀五千岁，一届龙天降旨吼，啊，要了做这高桥清照，甲来上皇，好栽入来，啊，歹栽出来安尼啦吼，啊，互这个地方吼，互咱台湾的咱国泰民安尼，大家大小拢平安安尼啦。113年，哦，这个驾行驾科高桥吉安清照，继王尊照，得于安贵宝年112年农历9月15日。要来开工点干，我啊恭请俺的天地请一挂神功啊来降临，会让还这个开工圣干，会当顺利，啊来化龙点睛，今天这神威显现，心动神知，有成则灵。欢迎哦，啊啦，有时间的来来俺到赞助这个公菜啦吼，啊来给这个王船哦，会较圣殿安尼较大安尼啦吼。